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相关消息。4月28号，据外媒报道，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如果疫情到2021年仍得不到控制，东京奥运会将会被取消，没有再次延期的可能。受疫情影响，原定于2020年7月24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7月23号。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为您播报。